世事造英雄，一个时代怎么可以没有一两个枭雄出现？有没有想过哪两个？来，见过少爷。见过少爷。那几个老家伙应该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。做人要知足。叫遍天了。少爷好。你想的是干净，从头再来。我在等。我打算要赵云来唯我死，那可是都出了名的距离。杀了他。赵家公子的买卖不好拆啊。沈巍这个人油盐不进，你不该不理会我的请示。只能先取悦再接近。赵春，你三番五次的来打扰，你这让我很为难呀。你这话里有话呀。看来你颇有微词啊。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休囚虎路不是开。冠冕一旦诞生，又是一场输不起。神也是他，鬼也是他。玩得越大，我怕你越玩不起的。我势在必行。死有命，莫聊坏了规矩。忘了告诉你，赵云兰就是你的规矩。